最多的人吃了多少果？二十三斤，那吃了十果，你这限时吗？目前不限时。那可以自带饮料吗？可以，自带家的可以。这加面要钱吗？不用钱。好，面光加，小人加都不限。嗯。嗯，谢谢谢，全开，全开是吧？嗯，好久没喝这，真难了。冰峰都快涨价了，冰峰涨价了，对，冰峰涨价。以前是冰峰，嗯，这个还是喝不起了。嗯，不冰，汽水不冰，跟喝肥皂水有什么区别？你们还加吗？有可能吧？加。没有。这从五点开始就排队了，电话也不能预约，我们也等了好长时间。嗯，这个成功吸出来啊，这个这么小啊，这差别也太大了。虾肚肚，我忘给大家看虾肚肚，虾肚肚还挺白的，刷挺干净。你们知道做小龙虾有多少步吗？其实做过人都知道挺麻烦的。姐姐这个到了，给你们弄一点，我要准备加面了，我再吃下去店一会儿没了啊。不是这个店铺的店，是相机的店。老板瑟瑟发抖。你们还加不加？加这。沙沙今天吃没了，姐挺不好意思的。其实你吃一顿饭，第一顿饭吃的啊，我这不用，请的居然是那个啥自助，关系好的往这一坐是吧？唠着啊，反正谁也不嫌谁，自助就自助。嗯，抓，再抓没？抓没？我准备加面。老板，我要加个面。加面哦，好，可以的。啊？我带了。你有吗？没有，问我干啥？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我想吃龙虾，有人给我剥好。爽爽看了看姐姐，来，姐姐给你喂一口。谢谢。哎，赶紧让我先吃个零食垫一垫。看看，这个是南国家的低脂黄灯笼魔芋爽，我超爱吃这个。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饿得不行了，我就吃这个来解馋。然后它是低脂的，吃多了也不害怕有负担。给大家试吃一小口，这就很弹，特别多汁。黄灯笼辣椒酱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些酱是不一样的啊，他们是古法腌制的，完全没有用油，大家吃的香香辣辣，但是没有油那个负担，而且不容易上火，就很好。好像这个一个一个独立小包装，也特别方便，特别便携，是不是？吃起来像速食毛肚一样的口感，好辣哦，这贼辣，贼过瘾，越削越辣。你们吃完会不会像我这样子削着吃？哦，你这大盆上来加面，能吃多少要多少都给加是吧？啊，嗯，我不用太多，我一会儿还要吃虾呢。够了，嗯，不，这点啊，算了。我一般都是下来就又往下抹，不会让它上去的。来吧，臭宝们，吃面喽！结的蒜了，等，小蒜贝，看这面入不入味吧，感觉不怎么行哎。还可以。这有点药材味，我有点发甜，但还挺入味的，看清汤寡水的啊，还其实挺入味的。嗯，我觉得给花花里面搞点面应该不错，它两个味道是不一样的，花花更麻一点。你们加面加到花花里面，它这个小龙虾汤汁有点发甜，花花是正的咸味儿，咸辣味儿。他们就接着吃啦。好，来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留给小飞点点赞哦，咱们下次再见。还是没做出来。